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老朋友是 Online Store。 今天呢，我要介绍是我们的 Digital Pairing。 So for 这个 Digital Pairing 是适合三岁或三岁三十们都可以玩的，它是 100% solid wood， 而且它的颜色是没有东西的。 So 家长们，你们可以安心的让你们孩子们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玩。 So 让我们一起来开箱这个 Digital Pairing。好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Digital Pairing， 它是 100% solid wood 的。 So 这个是怎样玩的呢？ OK， 现在是我们关起来，然后我们移位。OK， 所以我全部移位位置都移好了，所以我们就要打开起来看。二，所以我就要找出二的东西来，这一不是。二，所以它是一个医生跟一个警察，我们就要把它连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放在这里。OK， 再来。一。OK， 所以它的二就形成了。所以这个是可以给小孩子去学习到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之余，还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认识这些 object， 然后somehow还可以认识数字，还有可以 pronounce 数字。所以这个是非常 valuable 给你们孩子们去学习，说要如何去看，如何去认识这些 object， 然后 somehow 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如何去 pronounce。所以这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来的啊。所以什么还可以让小孩子去有联想？所以这个产品总结来讲，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什么呢 ？OK， 一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如何去 improve 我们的 mathematics skill、fine motor skill， 还有 hand eye coordination， 眼手协调啊，就是他们的 motor skill。motor skill 就是手指的精细运动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让小孩子一起让他们有那种眼手协调，就是他们眼睛跟他们的手一起协调。然后还可以让小孩子学习要如何去 matching 这个相对应的那个 object。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 valuable 给孩子们学习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digital padding， 点是可以给小孩子去学习到如何去 coding 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digital padding， 今天这个 digital padding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关于这个 digital padding 的话，请您联系我们的客服012-510-8692。再次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再见。